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几个原神40000块钱，鼠标点击一下就是5000块钱啊！限定军火1000000万，从来没有逆袭过啊！梦幻虐他1000百遍，他在梦幻如初恋的北京一区紫禁城，外号华少，第一次鉴定160军火的时候，甚至不知道有幻化这个东西。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了40000的暴力原神资源，直接开炸，20%特技，法系的梦想，神木林出专用。301以上灵力，一个成就都没谈吗？40000块钱没有一声响吗？音效开满，40000块法术暴击伤害，有没有特技？鞋子20%扔了，磨难双加50、70、75，磨难双加75，伤害达标啊，但是伤害还是低了啊，不值钱。帽子有没有特技？兄弟们，三个21%扔了，229灵力好低，227灵力不高，231灵力还是不高，232灵力还是不高，最后一个我不敢看，如果没有特技的话也是一把血亏，211的输灵乘一个 1.3 啊，这个有点假啊，160的最高极限267，一定要带特技，这几个项链灵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波动啊，这看样子像是华少的最后一波军火啊。兄弟们，我鼠标进水了，我键盘进水了，不好使了，形象为你再播撒点嫩地，你就说想不想看嫩地？不想看嫩地，要自己开直播燃烧之光了啊，三蓝字兄弟们，三蓝字，140的三蓝字，我眼花了。第一把514啊，451国标，496，509，550中高伤害，451国标，505，487，451，燃烧之光已经确定了，特技肯定不好了。那特效永不磨损，逆天的超级三个组合，但是仍然是一个环装的价格。这把武器太不容易，兄弟们，这把武器太不容易了。简易跟神佑还加特技，燃烧之光是一个法系的破碎，同时出现在一把武器上，太难了。简易神佑加燃烧之光，483，130的简易加逼中，140的简易神佑加燃烧之光啊！这把武器虽然是五孔，但是伤害实在太低了，用不了，用不了。避中完全无效，简易跟低伤害也完全不匹配。虽然五孔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。441，水清诀五孔，女儿村能用的武器，增加抗风，但是没双加。457，441，简易再来白板。好，最后一波从特效上来讲有点起色，前面亏多少不要紧，对不对？出两把无级别，不是鉴定500把，是两把就出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有可能是那个无级别。燃烧吧小宇宙，燃烧吧啤酒哥的迷妹，啤酒哥炸裂。成就再谈就是无级别和四蓝字，420，简易来了啊！简易他来了，130的国标呢是420，爆了29，单加34免啊，五孔不伤，勉强用。420特效珍宝双加50，420，541耐磨双加啊，可惜没特技没简易，但是很稀有，伤害差5点极限耐磨双加，441再爆21，最后一个求蓝字，没有蓝字，谢谢啤酒哥的迷妹啊！高级偷袭，死亡召唤，善恶有报，死亡召唤，一个号里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超级伤害啊！160级的武器，应该是物理系的追求都已经出现了。5月18号就可以，好了，兄弟们啊，物理系的梦想跟第一次鉴定狮皇同时出现了。这把武器的话，刚才咱们算过了，是1070多，给提敏的幻能伤害就花果山武装冠凌波城啊，是1074啊，160造型的武器啊，很酷。看耗子底子有多强，再看服器啊，功成名就。功成名就的话是2016年开服，其实也是个年外的服器，175级的耗，人修满，宠修垃圾，强壮神速垃圾，技能垃圾。其实这些东西只要能花钱的都问题不大，只要你经验够多就行。你经验只要能大于一个200多亿，对不对？能把潜能果啥的花生酒抓紧时间弄了，339亿，耗子底子不算垃圾，不算好，但是绝对不是垃圾，比那些对不对买来69级现升级的耗要强太多了，省能省很多经验钱。你身上的经验都修法宝了吧？他的法宝应该是不错的，纸人15层，鼻子没修，盘龙修了，七宝修了啊，还行吧，还可以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有需要的这把武器的兄弟们可以看一下老板的联系方式啊，老板联系方式 CCID 呢是24826975，仙奴版本，需要这把武器的看一下1074，这把武器比那个1066的凌波城利敏的，你们觉得和这个哪个好？1066利敏，这个是1074，达尔文当年凌波城唯一的一个高伤武器是1066，差不多。这两个哪个好？1066利敏和1004提敏啊，这个是纯伤低一点，但是呢综合属性高啊。这个号是属性差了一点，但16段板瓦弄好神器了。这个1066利敏的应该在藏宝阁摆着。这把武器的亮点是屌毛打造啊，这把武器可以，老板，我觉得你的参考武器是那把啊达尔文的那把武器，那把是1066厘米，那号成品有战火惊奇应该啊，这个是1074厘米，上限高一点，但是耗体的。